吃饭了，过吃呗。你再别说我不让你吃饭了啊！我啥也不让你吃饭了，你搁这更能吃。那群众眼光雪亮了。你现在改成酱骨吃饭了？点评了啊，太好吃了。但是不让我吃肉。你吃瘦的行不？我够意思吧？太到位了啊！嗯，好吃。等会。嗯。然后多吃点啊。嗯，谢谢。走的太牛逼了啊！嗯，好了吗？嗯，嗯，大黄毛了。嗯，那玩意还能有肉好吃？嗯，你尝尝，我不吃。嗯，哎呀，那谁有肉不吃？给人这玩意干嘛呢？太他妈烦人了。香吗？嗯。我手艺怎么样？嗯。太好了。这，嗯。哎呀，我这一天不照顾到你，一会儿都不行。嗯，又煮老了。又煮老了。嗯。我觉得这血肠掌握不好好喝。咬不动。